37岁李念官宣怀三胎，戴4000元墨镜，穿万元外套，肚大如罗，气色红润。2月20日，阔太李念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宣布怀三胎的喜讯，并晒出孕肚照。消息一出，网友们纷纷前去线上祝福，李念的状态也成为了大家关注的重点。只见李念对着镜头嘟嘴卖萌，化着淡妆，皮肤白皙紧致，身材纤细，气色红润，看起来状态很是不错。如今的李念已经37岁，算得上是高龄产妇，但身旁却没有人陪同，不免让人有些担心她的安全。众所周知，李念曾是圈内知名的演员，她凭借《蜗居》中的海藻一角收获了不少的关注与喜爱，算得上是年少成名。但她在事业巅峰的时候选择结婚。2010年12月初，李念登上《非常近距离》，在节目中她自曝自己早已在美国订婚，并透露自己与老公是真心相爱，希望大家能够祝福。据悉，李念的老公名叫林和平，目前在香港经营事业，是多家公司的董事，管理着10亿美元资金。只不过，李念很少在社交平台上透露有关老公的事情，想必是为了保护对方的隐私吧。如今，李念怀上三胎，希望她能够照顾好自己的身体，注意休息，也祝愿她能一直如此幸福。